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多伦。那么这期呢，来到了深圳罗浦的金光华广场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熟悉的电玩城打票时间。这期呢，玩一个啊，大家比较推荐的一个叫做《外星射手》的，我是第一次玩，但是呢，大概知道一个玩法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去试试看，第一次玩，你们新手运，走起！先要去打你那个小怪兽的那个积分，打完之后呢，它就会有一个球，然后转了，就像那个轮盘一样，转到哪个怪兽呢，它就会奖励你那个积分。那么这里呢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要等下一轮才能到我们。现在打完之后呢，就是来揉奖。
大概玩明白了，他一共是打完那个怪兽之后呢，一共是十关，越往后面呢，他的退出就会越多，而且呢，他那个 JP 就会越多。刚才我们已经打进了 JP， 如果你把那个洞的那个灯全部填满的话，就是20倍。大概玩明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喜欢在电玩城打票的朋友，不妨看看手机版电玩城打票机，特为潮玩，可在苹果官网或者应用宝搜到，邀请码6个2，免费送100币，币数更划算，可换礼品更丰富，躺床上玩更解压。好了，没了，我们看看100币抓了多少票。好，那么这期打完了不到2000票，给我感觉呢，这个就是需要去搏那个20倍的啊，去搏那20倍的 JP 的话呢，其实票数应该还是蛮多的。有些大佬的话呢，一次中了那个20倍呢，一次你只要打了1000分，他一次就能给你那个20多万票。要想去冲票数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。就专门怼那个20倍那个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可以自己调节你那个炮数啊，你可以想玩的久一点就玩的久一点，就把炮数打低一点啊，你想玩的快一点呢，就是拼一把搏一搏呢，就直接开几倍啊，开几倍的炮数去打那个票。好，我收到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